啊，这人过来一点啊！不会啊，我掉下来啊！不会来这里啊！你以前过来我这边呢、啊，去马来西亚那个，哎，要跑还不会撞到爸爸、啊。哇、哦，打飞机！你们拍到？他打飞机，你们拍到？好可爱哦！哇，好可爱！哇，这尾巴好长，好可爱嘞！这样看比较清楚哎。你想炸金鸠吼，伊就在你头前啊。哎，我唔敢炸金鸠，我有曾经被猴子这样抓过。上年看到猴子好大，在妈妈的那个镜子里面很清楚、哦。可以当着一个猴子来。爸爸也食物想少。这是算小的呢，哈。爸也食物想少，你问题很。这是算小的。哎呦。在抓痒。对呀、啊。他在抓痒。哎，他要看我们，他现在看人少，会不会掉下来？不会啊，我们这么多的食物啦。我们这么多的棍子。放火。跟你讲，你的食物要放。没有香蕉给他，放了就是不一样，然后还要捡。这是猴子，但是还有几只哦。他宝宝太高了，有点高了。哇，他很厉害，两只脚就像歪自己的胯那两根，两根树枝上，他不会掉下来的话，像这样，他是补两只腿跨那个歪自己的树枝上，他会被尿尿下来。哦，尿鹅尿有点大在后面。没看到两只猴子，下面还有一只哦，好多哦。好多，你看爸爸那个镜头里面好漂亮啊，最近的发现的好漂亮，好可爱哦。它后面又来一只哦，好可爱，它在搔痒，猴子哦。